根据调查，中华城的海水乡有2500人改客家人，因为分散对乡内各家种的土，所以客家话流失的状况都严重。为了清除渐渐模特系的客家文化，海水乡工作室等共成立，行业推行卫生会，因为透过卫生会大家共同来想，让办清除为模特系客家文化的理念。溪州乡近年推行委员会同乡工作人员快天200工作会议，讨论溪州的客家文化完全来推动。还过完全来派明年中华宴全国客家人的工作要点。溪州乡客家人口大约还有2500人左右哈。不过呢，就一下还没讲客家话哈，差不多剩3000+1000个人没讲客家话，工作来服务。来本客家子弟继续要讲客家话，加减做得来减慢河洛话。溪州乡人口30000人，近年摩多以上，以及环境因素，客家流失真严重。今年前溪州乡公所判客家生态环境营造计划，今年再个同客委会争取到客家整体发展计划，把重新同客家请转来。那希望透过这个。推广委员会让大家对客语有一个初步的认识，然后引起学习客语的兴趣，然后提升我们乡内使用客语的人口哈，那使客语可以渐渐的为大家所接受。客家人来啊，几几点点的点心啊，我们该咖啡啊，有优待么？哦，有啊，爱送个一只司康。哦，上街一只思康，哦，不计息啊。溪州乡公所讲，客家发展计划有提出几个目标，包括鼓励公告人员还有民众参加抗议引进，快盼客家文化颜色扩强，同时咧抗议优先环境得到，而增加居民嘅认同，咪重新学客家文化。客家新闻李兴龙，彰化报道。